分析员要是遇到紧急情况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练习一下应对方法，可以吗？要这样，跪坐在旁侧，双手叠放，食指交叉，然后将掌根放置在这里。上身前倾，腕肘间一条直线，垂直按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按压30次后，进行2次人工呼吸。一只手压前额，另一只手托起下巴，嘴对嘴吹气。分析员，我做的对吗？那下一组，你来教我，好吗？